大家好，欢迎回到胡子盖的频道。Insta 360 One 呢，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台小的相机，是我认为截止现在2020年发布的最具有想象力的一个摄影的工具。那通过一些简单的组合呢，我们可以实现在一个全景相机和一台运动相机之间自由这样的切换。我目前收到的呢是一个双镜头的版本，其中包含一支，哎，拿给大家看一下啊，是这一支拥有莱卡认证的并且有英寸大底的一个镜头，以及还有一个这样的全景的镜头，这两个镜头的套装。最近呢，我尝试总结了一下，好多人的摄影或者是视频水平呢，一直没有办法提高。其实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去练习拍摄，而是因为他们在拍摄中一直在重复的不断的犯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一直在尝试一些不好的习惯。那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讲一讲一些摄影爱好者容易遇到的问题，那或许这条视频就会对你有一些启发或者是提升。那么聊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关于角度的问题。普通的摄影爱好者大部分喜欢于把相机放在自己的胸前，就是这样拍摄，因此呢，出来的照片呢，角度基本上都是这种千篇一律的，从我们叫 eye level， 就是眼睛的这个水平面出来的照片。而专业的摄影师不太一样，他在选择角度的时候呢，可能是从上往下的这样一个俯拍，也可能是从下往上的一个仰拍，同时呢他也有正常水平的这个角度，那造成呢就是最后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专业摄影师的照片呢，你会觉得生动非常多，那就是因为这个角度带来的差异。所以这就是普通和专业的一个区别，角度的问题。那第二点不同呢，我们的大部分业余爱好者，他们的眼睛是一枚广角的镜头，它其实所呈现给我们的影像呢，就是他的眼睛放眼所见的这些所有的景象。而专业摄影师呢，他的眼睛更像是一枚变焦的镜头。什么意思呢？它可以是一个长焦的镜头，也可以是一个广角的镜头，可以是一个全景，甚至可以是一个微距的镜头。总之一句话来说呢，专业摄影师他是用影像在引导观众，让观众看到他想要表达的内容。第三点呢，其实是对第二点的一个延续。那业余的摄影爱好者特别喜欢摇镜头，但是专业摄影师呢特别喜欢推拉镜头或者是平移镜头。这点呢，其实你如果看过足够多的电影，那你看到好莱坞的很多大的电影里边，其实摄影机的运动呢很少有这样的摇镜头，那是新闻联播的一个讲会议报道的这种标准的运镜模式。那大部分的电影采取呢都是推拉镜头。接下来一点呢，是关于摄影器材的。那对于业余摄影师来说，很多人总是在每天都探讨买什么样的设备才能让自己拍摄的视频或者照片更好，但是对于专业创作者来说，他们永远考虑的都是怎么样让自己手里已有的设备能拍出更好的东西。业余爱好者呢，只认大光圈，认为只要有了大光圈的虚化，就不用考虑杂乱的背景。专业摄影师更讲究构图、影像的趣味性，利用色彩、光线和构图来强调主体。那由于疫情的原因呢，今天的西山湿地公园是并没有对外开放，所以呢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市区。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昆明的翠湖湖畔。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业余爱好者跟专业摄影师他们的一些习惯啊，不同的习惯。那对于业余摄影师来说呢，他们在拍照的时候构图啊，喜欢把主体放在画面的正中央，并且呢喜欢在顺光的情况下拍摄。对于专业摄影师来说呢，他们很多时候会尝试把主体放在画面的左右两侧，也就是三分位的这个位置，并且呢在用光的时候，不仅他们会用到正面光，也会用到侧光还有逆光，通过光线来勾勒出这个主体的一个形象和轮廓。
还有的时候呢，专业摄影师会利用一些有效的前景，为画面呢营造出多一份的纵深感。所以这个呢，也是专业摄影师和普通摄影师的一个区别。最后一点呢，也是我认为最重要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这是胡子盖的秘技。那对于业余摄影师来说呢，他基本上点开这个视频，然后收藏了以后点一个叉就关掉退出了。但是对于专业摄影师来说，他不仅认认真真的把这个视频看完，并且投币、点赞、收藏，一气呵成，老铁素质三连。所以欢迎支持我的频道，我是胡子盖，花最少时间学最多的知识，我们下次再见各位。